江苏泰州公安星期四朝早接报，在一条河入面打捞出一具装在不锈钢笼入面的男尸，并且即日发通报话，当局经过现场勘查、调查走访和法医检验，初步排除他杀。有公安更加话，个男人是自杀，是自己攞住不锈钢笼落水的。当地微信群组亦都有人话，是个男人自己订制不锈钢笼。目前經已找到他抑鬱症就診記錄和遺書，案件仲調查緊。